现场的所有的十二队们，再一次感谢大家在我们的周末假期热情的进场来欣赏我们今天桃园男儿的比赛。今天的比赛呢，相信大家都知道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2018年全新的主题活动辣年糕趴首次的进入我们的全员主场。那也非常的开心，看到这么多的十号队友们一同的来参加我们今天现场的活动。那除了我们舞台剧正在进行的，就是我们的韩职乐天巨人队的贵宾的拍照。